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 今天来餐馆安装一个冷柜。哇，好干净啊！这个，你们厨房好干净啊！啊？那么手机怎么手机开关开关了？手机没关了吗？我都关了没？要加东西。它这个地方正好够我们用。就够那边就没背。没，我倒倒油，倒个？我才关了个，你一点啊，一点加不完钱，我关了，我把那个弄关上了。还长半刀帮你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很干净，很好。哎呀，你好像，我好像，好像就过来认识了。咱们有认识吗？等一下，你是哪里的？就一个阶段。我是河南的。杂技的。对，是演杂技的。你是不是做杂技的？对呀、啊。看到什么东西，看到什么你都认识吧，都会一句。李小宽啊。哦。李小亮啊。李小亮，我知道。李小亮，李小宽两兄弟嘛。你们怎么跟他认识？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，我跟他呢。哦。那个小康啊。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。小康是不是现在叫的？小亮，李小亮。小亮的弟弟吧。好像是没有响，也没有亮。哦。OK。把这个拿上去吧。放在这里啊。啊，有15年了。哎呀。就等一下。嗯。可以。哎呦。没有，应该没有15年。直接抬下去。就放他在后面。先放地上。哎呀。你放啥？嗯，差不多。你这加口罩记得了。哎呀，慢慢的，那个记忆就出现了。直接把箱子拉开，直接往上搬吧。刚刚搬到这边2年多。哦，是差多了。我以前在那边开的店。抬到这上面，我再站那上面，咱俩再举上去。现在。还加固墙，他可能都不认你的。可以啊。因为这个不敢乱碰啊。不是，这个还没剪断呢。对。啊，脑子太好了，他的脑子，哎呀，我的脑子就不行。憋气！你死了啊！好的。翻一下，等一下这个水管上去。可以 ，OK。啊，这样子啊。这样的啊，先把里边的挂上。一样，不知道啊。啊，试，举。好，我这挂上了。你挂了。OK， 不是我去吧，我要。你把楼梯拿下也可以。好 ，OK。铜管那个大铜管，这个，它这个，
好，谢谢。好，这边结吧。嗯，可以。这些都用不着啊。他们这个坐到这外边多好啊，就是山没一遍。这个不用看了，好像应该没有 no leak。嗯哼，你问别的。哎呀，现在送人那个也坑人的，也有送过来一个，他是从路边儿找了那个流浪汉，没人嘛，他找流浪汉，然后说有地方给你吃给你住，到餐馆吃完饭跑了。但是你那边不是说搞好多，我也很少几年，我都现在带了多少啊？他说五千五，拿六千两一点才行，你叫来家赚了五千五，是吧？刚才搞一下，没，我说搞那边没搞动。哎呀，怎么把车都推了？放倒了。不要迷茫，我说好像。你问小张，我卖钱卖多少钱？我卖有时候一千多几百块，两千，哎，没有，最多三千多啊。